好了，开始了吧？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吧？开始了，开始了。Hello，这边开始了。Hello，这边这边。Hello，这边这边。好吗？Hello。Hello 然后首先先欢迎墨汁和大凡来我们新浪 Hello。嗨。然后先来和我们线上线下的小伙伴来打个招呼吧。哎，刚打完吗？这个Hello， 跟哪边的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 我是墨汁，然后在《危险的他》里面饰演沈曼宁和庄心妍，请。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樊志新，在《对我而言，危险的他》中饰演的是严星成。积累有点太多。对。然后咱们先进行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啊，就是相信这个时候直播间的网友们呢，都看到墨汁和大凡一起上线直播，非常的激动。所以呢，我们已经在昨天就在超话跟粉丝们做了预告，现在两位就可以登录超话，先跟大家聊聊天了。好的，好的。对，然后现在线上的网友们也可以现在积极的去他们的超话底下留言，他们来翻牌啦。哎，我是不是要刷新呀？呀，是吧？OK OK， 这个壁纸很好看。我这个要不要拿个椅子来架着？感觉在这儿好晃，嗯。呀，怎么又没网？没网络吗？嗯嗯，哦，好了。你再不来，我要改作业了。改什么作业？在哪儿看呀？就在这里。大凡可以教一下墨汁。那个，哎，不是在你的，哎，我给你找，我给你找。好的。啊，对，就是这里面啊，就是这里面，就是这里面，你就啊，在帖子里面。对对，在帖子里面。有点卡。嗯，哦，看到了。哇。靠近你，步步坚定。其实我有很多碎碎念想跟你说。可以念出来，没有关系，大家也来听一听。我这有点卡。这有一位好像是老师，他说你，但凡你再不来，我就要改作业了。要赶紧去回复一下。大家好爱说土味情话。你去吧。辛苦了，你去吧。还有，哦，还有正在批试卷的。你闻到什么？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没有啊，怎么你一出来，空气都是甜的了？这就土味情话就用上了，你先学一下。得先学一下，等到花都谢了，没白等。家人们，好像扫楼过程播直播，过直播的直播的，只是现在先唠一唠，待会儿那个扫楼，现在蹲一个翻牌。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提问，然后可以跟大家念一下。好的。哪里有趣的提问？超话里面吗？对啊。对。嗯。大家都是求翻牌。哎呦妈，我手机好抖。我大家看你们还很激动啊！哎呀，有人夸我漂亮了。我要把夸我漂亮的全部回复一遍。你怎么这么美呀、啊？你也美。还有那个芝芝，终于等到你，好美好美好美！有夸你帅的吗？没有。谢谢大家。这是什么？刚上厕所没纸？哎，这什么东西？迟到夫妇要惩罚。好美啊，绝美了，到眼泪从嘴角流出，淹成钱塘江大潮。好美，你是神，我的玫瑰，你照亮了我黑暗的生命，让我世界有了意义。我飞跑，我猛跳，我在20楼的阳台跳起了 Tango。你让我意识到神确实存在，我被美到泪流不止，从此世界不再缺水。这是他们自己编的吗？当然不是了，复制粘贴的。你以为呢？复制粘贴的。嗯，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夸我好看就行。哎，我也找一找，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夸我长得帅的？我刚才看到一条。再不来，我要背书了。医学生开学要期末考，考试顺利。兰州有拉面，重庆有小面，加油！空见一面。哎，大家都在跟我说，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跟我说什么？说就是他们自己在干什么？想跟你分享生活吗？对，分享生活。我刚才看到一条。樊志新
以教科书级别的美貌被天使吻过脸，这是一束灵光。哎，真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永远让人开心的就是彩虹屁。嗨，大凡，今年因为危险遇见你，我真的感到很开心。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阳光、帅气、敬业。你真的是一个特别敬业的好演员。我相信你未来会越来越好。在新的一年，祝你事业有成，祝我学业进步，祝我们越来越好。好的，祝你考试100分。啊，我身边的神童说了。他们听得到吧？祝你考试100分。啊！我也是。伴舞，好的。哎，有个人说他看剧的时候颧骨一直没有下来过。谁颧骨？颧骨一直没有下来过，不是为什么会颧骨一直没有下来？啊，因为这样就是。因为一直在笑，哦，对，因为一直在笑。哦，哇，你们发一发呀！我这样，我刷新一下吧，是不是有新的？这个镜头，这，我来。大凡来了，该开播了，严总。反正你小子干嘛？快来！好了，不换了。在我心里，樊志新一直是爱和温柔的代名词。你也是哦，祝我的女孩墨汁可以天天开心。哎呦，我觉得我的女孩这种话听着就是。又甜，但是又有点起鸡皮疙瘩，但是又很甜。还有什么？等一下啊，大家。杰宝来晚了，我要练车去了，加油练。我当时。可是考得很快就过了，什么东西？没有，就有个人说他要练车去了，练什么？说我们来晚了，练车练什么车？练卡丁车，练摩托车还是汽车还是什么车？你有摩托车驾照吗？没有，我打算去考。我有，我有，就是挂档的那种哈。对啊，可以。我还是三轮的呢，没想到吧？三轮的不是。三轮可以开二轮，但二轮的驾照你不能骑三轮的。我为什么不考三轮？大帆哥让我等太久，要把高粱衣都给我哦。我都没吃过高粱衣。你真没吃过？没吃过，你还是给我寄一箱吧。能拉丝儿。能。哎，我这里。就基本上聚集了两个话，一个就是翻我，一个就是好美。等一下，我看还有什么。哎呀，是我们是迟到了吗？没有吧？我们是。你们是迟到了吗？没有啊，你来了都不算晚安。哦，对，我们没有迟到。然后两位可以去那个剧超底下看看，然后剧场有没有什么回复，然后也可以去来逛一圈。好呀。对。好呀！我再回复三条，我们一人再回复三条。好，我再回复三条，括号漂亮的。对，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流程了。啊，你从不孤单，因为这个世上有一些人正在努力的走向你的身边。共勉。啊，你这边好励志哦，显得我这边很肤浅。对呀，我这边好励志，显得我这边很肤浅。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在等着直播，我得再翻几。好期待他的皮衣造型，呜，好帅！你今天穿了哦，我今天穿了皮衣哦。嗯，哎，这是我的，哎，我怎么反过来了？这是你啊？这是我吗？哦，这是我的，我今天穿了皮衣啊。给他回一个，我今天。今天穿的就是皮衣。我看导演在你们直播间。是吗？对。导演唠两句啊。导演也可以在直播间先留一下言。好，我去剧超看一下了。对，然后咱们再去剧超看看，可以进行下一个。剧超。嗯。怎么？对我而言。你现在这个打字的样子好像个程序员。你要珍惜头发哦。的他
你进去了吗？我进去了。你进去了？嗯。哎，我怎么没找到超话在哪里啊？你帮我看一眼呗。我们现在在剧超里面了。看看，对，我们现在在剧的超话里面，找不到。大凡，你的眼线，我没画眼线，我的眼线。我看啊，确实没画。这怎么是我网差吗？是你网有点差，可能。没事，往下看一看吧。这个怎么？期待严氏夫妇，期待明天扫楼。就昨天的。9.6高分还是 top 一高分？谢谢大家。往上一点吧，往上。哎哎，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那咱们再回复个两条，然后我们就进行下面的环节了。好的。好，今天去羽毛球馆打球，遇到一个很厉害的对手。离场前我拦住他，用的是什么拍？他告诉，好冷啊，好冷啊！他告诉我说是2023樊志新多发自拍。为什么我看不到啊？好，我看的都是之前的有评论的帖。记住了。啊，抱歉，此微博无法进行评论。为什么？他拉黑你了。他拉黑我。那我们一起去。你反思一下。这样，我们就评这个吧。好。好吧，你能找到这个吧？我刚才看到了。啊，这个。对对对，就是他。我们一起给他评论一下。这个知。知安记。我们读错了会不会很尴尬？知安记。敏洛。嗯。他说：“对我而言，危险的他。”严星城、沈曼宁，期待严氏夫妇，期待明天的扫楼，好看。然后还有我们的照片，我回来，我说好看。哎，他们都说，我也来，好看。好看。我们就用这位幸运网友作为收尾吧。好的。好。对，然后刚才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导演，就是在两位的直播间已经在看两位直播了，然后我们就不如呢来连线一下导演，然后跟导演来一起聊一聊。然后导演现在先就是给导演进行一个连线。好的。嗯，导演在哪里？我听呢。啊，用我的吗？好，导演是在这里面吗？暂时还没有人连线，我是不是要？哎，哦，发起邀请，我找一下导演啊。导演，我邀请你了，你在？哎，来了。Hello。Hi。Hello。你刚刚说导演就出，然后突然想起了导演的本命。导演可以说吗？你的本名？导演，你的本名可以说吗？导演不可以。那天我们聚餐，导演拉着我们，就是耗了2个小时，不让我们知道他的本名。你是你卡还是我们卡？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好像是。好像有点卡。我也可以听见。是导演那边有点卡。嗯，对，是刚刚他换个网。你换一个，你说话有点卡，你换一个网络。哎，我现在换了，可以吗？现在声音不卡了，画面有点卡。你再说几句话啊、哦！好了，完了，又卡了。现在好了是吧？好了。但是怎么觉得你变萌了？导演没戴帽子。哦，你这个头发好萌啊！我是磕你们磕的脸红了，你知道吧？很热。导演啊，就是我们今天来呢，其实，哎，怎么了？完了，我今天晚上卡的马赛克了。我什么马赛克了？我手机重启一下，再给你们重新连一下吧。哦，可以，也好。好，
好，他们说卡成马赛克了，是谁？是我们卡成马赛克了，还是导演卡成他？导演瞎了。导演那边有点卡。啊，是导演那边有点卡，是吧？现在好了吗？现在他推了。不是不是，你看他们还在说卡，好卡，卡死了，是我们卡吗？可能弹幕有延迟吧。嗯。现在还卡吗？卡成外星人了，卡成哎。导演退了，我又可以转给导演一下。哦。哎，为什么你的屏？哎，好像是网，好像是网络差，我的这边网络差。是吗？那我连连它。哎，那我能连 WiFi 吗？我又可以重新再连导演在。墨汁不卡。对，墨汁这边好像不卡。那我就上面。但他关机了，他刚刚说。哎妈，我手不够长了。然后一会儿跟导演连麦的时候，不要忘记刚才我们发布的任务，先给直播间的观众们。保个密。好的。我怎么没有？哎，是好了吗？嗯，你先不卡了。我现在不卡了。那你连吧。哦，那我来。那我跟大家唠唠嗑。嗯。出。我直接在这七点起来先拍照了，好像是我网络差吧。哎，我刚刚跟大凡有了对比之后，我觉得我这边真的很肤浅，只有好漂亮好漂亮，大家只有彩虹屁可以吹。温柔姐姐好美哦。哎，她怎么没来啊？我拉她了。妆不是自己画的，我自己画的没有这么好。他是不是在重启啊？嗯，他申请连麦了。导演申请连麦了。他申请了吗？共创。我申请他了呀。我就找不到他。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搜索，这个地方可以搜索啊。我已经邀请他了。要不你邀请他？好呀，他来了吗？哎呦妈！邀请了，导演，墨汁邀请你了。啊，对，今天的鸡毛立起来了，因为不是我扎的。导演怎么还没来？我又卡了吗？不能吧？他们还卡住双生花了，他们说。真的假的？导演怎么还没起来？要不我连一下 WiFi 呢？对，我觉得不行，我们先可以去导演，我们可以先和他互动一下，然后一会儿再回来再进行连麦。对，然后对导演这边那个先重启一下手机，我们先进行接下来的环节，然后我们环节过程中呢，然后我们再邀请导演来上麦。好的，好。然后那我们就前往我们的工区吧。好的。那我这个还是卡呀？出去可能会好。啊，出去可能会好，也是哈。你要不走走走，我们去，我们去。就是因为大家太热情了，看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来，我们出去。哎，你手机？哦，手机，我帮你穿一下。Hello。哎呀妈，出来了！哎，我们从这边。去那边。哎，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现在要去干嘛呢？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的微博明星的工区。对，我们现在要前往工区，然后给大家发一些福利，给大家表演才艺。对，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我今天有比非常精彩的环节。对，哎呦，对不起，没事。哎，嗨，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我今天这个鞋大了，你看。哪个？我看到了，我看那个时候在，就看到了。我现在好怕待会儿走着走着甩出去。你祈祷一会儿鞋别掉吧。Hello。就是我们微博明星的工区，然后 Hello，大家好，Hello。对，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哦，好多小姐姐，对，任务地点，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明星大本营，休息就是他们来负责来运营两类的这个微博，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来进行一个回馈和福利环节。好，然后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两位最近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叫。对我而言危险的他，对，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提问看看两位谁是十级危险学者，然后答错了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惩罚，就是在今天两位的下班微博底下，然后两位要互评彩虹屁，然后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小伙伴来提问，然后先来提问墨汁吧。行，那我这边已经准备好问题了。是一共是八个问题。第一个，严星城喝柠檬水时候有没有戴戒指？有啊，他一直就没摘过，到最后两期才摘。我一直没摘过吗？发起来，我中间是没有摘啊。我中间是没有摘。那这样换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摘的？不要表示。好，第二个，严星城抽血的手臂是哪一个？哎，右手啊，不，左手。好，确定一下，左手。Okay.对的。第三个，严星城沈曼宁初 kiss 是在什么场景？你救我吧。不知道。要看什么意义的。这种就是人工呼吸的算不算？算。那就是他救我。那是在哪个地点？在我总裁办公室。没错，不对，门口，在总裁办公室的楼道门口的走廊，不是在总裁办公室的楼道的安全出口的对面。你好严谨。对，严谨。那奖励你多夸我两句。瘦了。第四个，严星城车库打架时沈曼宁帮忙找的东西是什么？帮忙找的东西车是。然后第五个，樊志新喜欢的运动是什么？篮球。没错，今天还带了个篮球来，脱口而出，好了解哦。没错，今天还可以发那个詹姆斯的得分王，是吧？对，可以发微博，今天晚上发微博哦。是，这是什么？完全不懂。哦，就是他创造历史记录的。对，确实喜欢。史上得分王。实锤了啊！哎。第六个，剧本围读的时候，樊志新哭了吗？然后哭了吗？爱哭，我是爱哭鬼。那他是为什么哭呢？可以跟被我感动了呗。还能是为啥？你美哭了，别管。也可以。第七个，你跟樊志新第一次见面是谁先打的招呼？谁先打的招呼？就是差不多，我们互相打的招呼，对，差不多。他说我们见了面之后，哎，你好，非常的官方客气，现在应该不会了，是吧？你为什么要敲兰花指？好，第八个，樊志新是哪里人？佳木斯，完全正确，八个问题全部过关。佳木斯哪里？哪个小区啊？不，然后那我们就期待看我们樊志新。就是直播之后会在你的微博底下吹什么彩虹屁了，大家可以围观一下。好，应该很简单吧？什么简单？应该吹彩虹屁挺简单的，800字小作文，一定要写。然后现在我们来问一下大凡，听一下大凡。对，现在我来给你出八个题目。好。沈曼宁第一次出场在做什么？穿的什么衣服？啊？我在做什么？在画画。穿的是白色的毛衣。谨慎回答，谨言慎行啊。不对，沈曼宁哦，不是庄心妍哦。谨言慎行啊。是，对啊，沈曼宁啊。对啊，沈曼宁。你不仅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毛衣。我穿的牛仔裤吗？我谢谢。好，我看弹幕都已经回答对了，很紧张了，现在已经紧张了。没事，反正惩罚了。偷裙子啊，裙，对，穿的裙子。衣服，衣服是什么颜色的？黄色的。哦，黄色的毛衣啊，然后裙子。刚才没看见。OK。第一次出场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穿的是白色的。
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西装。哎，对对，说对了，白色的西装。第三个，庄心妍的手机密码。哎，我都有点记不到。哎，庄心妍的手机密码1121。哎，好像对吧？是吧？是吧？是是那个爸妈出车祸的那个那一天。对。沈曼宁和严星辰一起去看的是什么颜色的星星？粉红色的，粉红色仙女座的流星。嗯，对吧？嗯，第五个是关于李墨之本人的，他是四川哪里人？四川达州。哎，佛罗里，佛罗里，佛罗里达州。我一般嘛，就四川话嘛，大家好。就四川话嘛，大家好。一啷个恁个那个？哎，我恁个那个把一啷个了吗？那个这是什么绕口令吗？差不多吧，嗯、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啷个哩个哩。第六个，李墨之养的宠物是什么？哎，他之前发过是猫是吧？猫啊，是猪，是猪，是猫，是猫，是猫。有名字吗？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哎，你真不知道？哎，我还真不知道名字。你不知道，我没说过。叫金克斯。哦、就是英雄联盟里面那个哦，你还打英雄联盟？我不打，你不打，那为什么叫金克斯？因为我打麻将输给我好朋友钱了，然后我说那取名钱让给你吧，他给我取的，他打。啊，这样。第七个，李墨之的手机屏保，没带，不用看了。是，我刚才飘了一样，好像是个小熊，是吗？嗯，嗯是小熊。对对对，是个小熊。观察入微啊，嗯。第八个，李墨之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他最喜欢吃鱼，但是组里面就是我的鱼都会给他吃，就是他就会抢过去，抢过去吃。没有抢的是你礼让啊，没事，你就是抢过去礼让，你礼让好，他是礼让给我的，他是礼让的，对。我加个题好不好？好，就是像很多网友会对咱们这部剧评价就是好土好喜欢，当然也有人说好像有一点是你们评价的，有一点狗血，你们两个怎么回应？怎么回应啊？我们土吗？嗯，那导演导演没在看吧？导演肯定在看，导演但上头对，但是上头上头是确实的，我自己都对我自己第一次看完自己的剧，你知道这种一般演员自己拍完自己的戏，因为都知道剧情嘛，很难自己把它看完的。那我自己居然把它看完了，看的时候也没有上头。上头，所以才把他看完了。严总好帅呀、啊！没有，我看了两三遍呢，我一直在看沈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给两位一个安利时间，来向我们线上线下小伙伴们来安利一下我们这部剧吧。那个，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关注《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继续关注严先生还有严太太，然后继续关注严星辰还有沈曼宁，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小危险的这个大家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天天的追，天天的追几刷了？我在看，昨天我看到了那个同居的部分。哦，同居，我们同居吧。哦，有点尴尬，好丑。我们同居吧。在场的女孩子发出了惊叹。好，一会儿给大家还准备了更多的这个福利，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然后。我们都看到这个粉丝和网友们都非常的这个热情，然后也看到两位在剧中呢有频繁的撒糖，然后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几个心动任务，然后你们每完成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20%的心动值，完成5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矩阵账号大分发支持。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发布第一个任务，我们先给墨之发布第一个任务，然后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剧有一个战歌，就是能不能给大家来上一段？可以，一起吧。危险的他，可以一起来。你虽然是个 dancer， 不是你是真没你是真没听过我唱吗？我听过啊。你听过？我听过直播的时候听过。有配乐吗？还是我干唱啊？要不然大家一起吧。要不然大家会唱吗？大家？你可以先来教一下我们，清唱一段。清唱一段儿，不想，我来吧，找个调啊，来吧，反正我唱的也就这样，大家也都见识过了。怎样？雨声，哎，什么？爱上？别捣乱我的调，对吧？爱上最危险的他，怎么都放不下。哇哦，算了吧。爱上最危险的他，
怎么都不能够拒绝这深情戏码，最危险的他留给我的牵挂，算了吧。我跟你讲，你们现在笑得太早了，我待会儿下一段更好笑。算了吧。可以了吧？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没关系，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吃到糖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进行第二个任务，然后第二个任务就是发布给大凡的。然后，刚才墨汁不是说你会打篮球吗？然后，你能不能来一个指尖转篮球，30秒不落地？为什么三次？为什么我是出手，他是耍帅？我哪还有耍帅？可能一会儿就不是耍帅了。我真是。加油啊！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肯定不行，我试一下。哎，不行，你来吧。30秒，三十秒有点难啊。加油啊！10秒吧，10秒就行。1、2、3、4。哦。有。哎呦！哎呦！哎呦！英雄救美这一段，有设计的，这他故意设计。十几秒了，刚才。算十秒、啊，可以给大家再补一个，没看够，再补一个来，再补一个，准备好这个截图截视频啊！三二一，走。表情管理啊！教练，我是打篮球，不行，哎呀！好，很帅，还有，还给大家补了一个撒娇，哦，很好。然后那我们这个任务就算你通过了。好。然后我们来给墨汁发布下一个任务，就刚才自己也 Q 到了，就是没想到姐姐会唱 rap， 我不会，咱就主要是他们问我擅长什么，我实在不知道我擅长什么。现在不管怎么样，来一段。职业是什么？职业是 rapper。我能不能放个，能不能放个背景音乐一起 rap？ 有什么需求吗？要什么？没有啥需求，就要个手机，我手机给我就行。你要什么音乐？我想要快乐崇拜，我们90后的歌。你们谁会吗？快来！主要是我干 rap 实在有点丢人。跟我一起啊！我看看词。我都不用看。哦，要看。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想开去建立的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你1980、1990还是 Y 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随便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啊？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You are ready to roll。去你的年代，不过最 high disco favorite， turn up to say goodbye。就放空了，爆炸他在往前冲，自由摆设下一直成功。哦，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是相信你们可以，我全身对我。有什么期待？快乐你一定来，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看开 ，Come on。好了，谢谢。然后我们也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但是凡是心里墨汁直播已经上热搜了，然后大家可以多去点击，然后多去关注对我而言危险他。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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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发糖。好的，然后我们下一个任务就是说非常精彩，就是说公主抱来了，这个糖就是一定要给大家吃到饱，好吧？就借着我们这个热搜已经上了，然后我们就来一个公主抱，然后我们先好，哎，有没有？对啊，找衣服或者卡，我的衣服吧，不行，也可以吧？可以，你们穿啥呀？我里面穿的背心，哎呦，我里面穿的背心，哎呦，哎呦，大家想看大凡穿背心吗？想多少？别，来来来，算了，来嘛。几个呀？深蹲10个，大家给他数一下好不好？好的，大家数一下，10个。我们只做5万多。好，哦，来了。你不要紧张。一，六。七，直播间的网友们，你们说够不够啊？你们说够我们就停。10啊，9，9，停，
哎九，哎九，哎九，九，九，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好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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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瘦了没？瘦了，瘦了，瘦了。大家都在疯狂的刷，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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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还不够。然后最后就是两位再来个合体挑战吧，然后互说土味情话，就是把我们这个贯彻到底，好吧？好的，我知道两位也准备，也准备好了，酝酿一下。我有史以来就一个。我也是。你先来。我先来。不够了。嗯。这个。你耍什么帅呀？啊，没有，在想，在想。你知道这个，游乐园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设施叫，叫旋转，旋转什么来着？旋转。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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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木马。对，木马。哇。这好吧，我承认很土。说完了，算了算了算了。你脸上有点东西。什么东西？我的目光。你干嘛？你看我接的多自然。可以可以可以。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说不下去了。大家觉得够了吗？够了。不过也没有办法了，只准备了两个。好，不说不够的朋友们，下面就是我们本次的一个最大福利来了，就是我们还原一下名场面。但我们这个名场面呢，真的很甜。就是两位知道还原的是哪个名场面吗？可以猜一下，就是墨汁的名场面是犬婚。哦，很了解。然后大凡的名场面是抽血。哦。抽血，至今都记得。好，那我们就谁的先来？我的先来还是谁的先来？我的先来吧。好，我的词儿长。我词儿长，你还记得住吗？要不要准备一下？你还记得住吗？还记得吗？还可以对一下。那你先来吧。那我先来。哎，我的词儿是什么来着？我的词儿是，好来。道具，我要不要准备个道具？我的领带。啊。哎呦。哎哎，我们拍戏你可以摔好多次，这次只能摔一次。对啊，这次就只有一次。眼镜。哇，你们好充分啊！眼镜怎么还对？好好好。你们居然还有眼镜。提前准备。哎，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啊！想想啊，但是我这个就一次啊，怎么办？没事，丢脸的又不是我。来啊，谁说开始啊？我说，来，三二一，开始，开始，要讲。来，三二一，开始，绑挽袖子。哦，快点，绑挽袖子。好的，好的。哎呀！你别，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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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抽这里，抽这里不符合医学常识。快快快快！你自己抽啊！你抽我给你扎。好好好。词儿是啥？词儿。抽你的血。把你的血和我的血融合，让这份血氧失去检测功效。不然，你希望他们直接验你 DNA？ 哇！啊！哎呀呀！不行，突然。来，下一段。来，下一段，下一段。下一个。来 Q 一个抢婚。好的。来抢婚。抢婚。这段台词也是非常的精彩。抢婚，这是汤林。汤林在这边。啊，汤林在这边。汤林在墙后面。对。好。你看一眼。李星辰。
不管以后我们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戴上我的戒指，就是我的人了。我爱你，总有一天，我会再把你抢回去的。戒指我先拿走了。说完了。哎，我还有词儿呢。你有吗？我有啊。啊，那你说，对不起，给我戴上你的戒，哎，给我戴了戒指，那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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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忘词有点严重。对对对。那看了一年半了都。对，你回去复习一下，我看直播间的网友们记得都比你们俩清楚。是吧？啊，谢谢大家刷了那么多遍，大家真的看剧看得非常的认真。然后我们现在名场面结束啦，我们现在就回来再来连线一下导演，不知道刚才导演有没有看到两位的那个名场面复现，然后现在来连麦一下导演。我打电话连了。喂，导演。哎。Hello，Hello。哎。Hello，Hello。哎。不要忘了任务哦。你们太火了，所以导致我进去我都卡了，知道吧？别。那个导演，我们跟你们，哎，你能看到我们吗？现在。我哦，你在打电话是吗？啊，对。哦，但刚才前面我一直嘴角没有下来过。是吗？是吗？你从拍的时候嘴角都没下来过。对，然后刚才你们从直播间开始，我在没上线之前，因为你们一直没上嘛，然后我一直在刷，就很期待见到你们，然后发现我们的观众也是在下面刷，怎么还不上？一进去之后，果然我卡了，因为人太多了，没做好准备。是的，是的。哎，导演。那个网友啊，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墨汁最勇敢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啊？哇，最勇敢的一场戏啊？对啊。我觉得他从早期的第一集的时候，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漩涡卷进来之后，然后还能勇敢的去跟你说，一年是吧？那我跟你走。我觉得这是他第一个勇敢，然后。再到后面的话，他面对一个普通人嘛，卷进到一个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境地其实他处处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直在慢慢成长的。再到你还记得你去救他吗？就是你在地下停车场那场戏啊，记得。对，然后他站到车上面，我们设计了一下，墨汁站到了那个车的那个底盘上嘛，对吧？墨汁真的很勇敢啊。对，我也觉得你很勇敢。是谁勇敢？墨汁啊。墨汁很勇敢是吧，导演？对啊，墨汁很勇敢。对。然后那个还有我呢，你觉得我就是还有一个网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大凡在这部剧里面，他的那个整体的形象啊、氛围啊，霸总吗？霸总吗？我想想啊，我怎么讲也是个坑、啊。哎，他犹豫了，他犹豫了，他觉得你不霸总。对啊，导演，你觉得大凡不霸总？我觉得霸总。哦、大凡霸总是吧？霸总哦。大凡很霸总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我要说出什么话？是不是？没有，我们是那么套路的人吗？开玩笑，真的是。哎，他们输了有什么惩罚呀？如果说没有赢，没有惩罚，就是想跟你唠唠嗑，想你了。对对。哦，我也很想你们。就是如果有惩罚的话，那就赶紧惩罚吧。我想赶紧吃一下他俩，越轻易的惩罚越好。我要看那个。但是你嗓子好的挺快的呀。没有，我嗓子没有好，我是课堂嘛，可以润喉。好，我们也跟导演和直播间的网友们来说一下啊，我们在任务开始之前呢，我们给大凡和墨汁发布了任务，需要让导演说出墨汁很勇敢和大凡很霸总，然后也恭喜两位已经完成任务啦。我们完成了，我们算完成了。还想惩罚我们？是，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要给所有的网友们一个奖励啦。两位今天的就是下方微博要就是发布自己的这个。自拍，但是就是
发多少张就看你们对网友们的诚意了，咱们想看多少张好吧，咱们就弹幕里敲出来。咱们微博想打可能打十八十八十八，咱们微博最多十八张是吧？嗯，是吧，咱俩凑一凑不就三十六张。对，就是严先生和严太没有没有可以拼图，拼图的话上百张都行。哦哦哦哦，我经常这样。行行行。对，然后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就自己讨论吧，好吧。然后辛苦你最后呢、最后呢，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严先生和严太太今天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最后就确实也给大家准备了实实在在的福利，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派送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墨汁还有大凡，然后支持对我而言危险的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然后呢，在哪里？来，哎，这个我自己拿，我自己拿，我自己拿。先从哪一边？哎，哦，你的还是小推车，因为提不动，我来吧，谢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对大家的祝福。我从哪里开始送？电灯泡，从这边开始送。不是电灯泡，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给你一瓶喝的。这上面，你在教我做事吗？哎，辛苦了，辛苦了，还挺重的，辛苦了。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 ！Hello， 小姐姐，谢谢，辛苦啦，辛苦啦。哦哦，好、哎哦，有的，谢谢。别沉迷在大凡的美貌了，这儿还有个美女，哎呀，哎呀，美女来。慢点。有。哎呀妈，给你拿一个，我这个小姐姐忘拿了。哎，这样吧，这样吧，你这个放我这里面吧。好吧。谢谢，哥。哎呦，大哥来，别刷手机了，我直接拿着来。辛苦了，喝瓶水。辛苦了，辛苦了，再吃个糖。啊，姐。小姐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对，电灯泡。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可以给他送个祝福，他和女朋友在一起很久了，是我们就是对。大哥对。哦，祝你，祝你百年好合，哥，祝你百年好合，然后祝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和嫂子。谢谢。那我这个电灯泡来送个电灯泡给你。谢谢。谢谢。我们可以来这边再走。走。好，还有这个小姐姐还没给。谢谢，辛苦了。走。哦。哦，好的，看你在忙，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也给你放这儿了。好的，谢谢，谢谢。跟哪边啊？来，企鹅把这个通道上来，我们这这个。来这边，这边。这那边。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我把这个摆外面吧，太碍事了，这个。摆在外面。拿一个这。你们不用拿管了，管在我这里。好可爱啊！好，灯泡好爱。我们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有贴纸，辛苦了。谢谢。听到最开心的话。你给他写一个九九，因为他有男朋友。九九，好的。谢谢。还有请要结婚了。请帅哥。哦，帅哥。啊，你鞋带开了。要不要弄一下？好的，你们对你们好会哦。黑衣服的，谢谢。没有吧？穿衣服的。好，马上先给你。要结婚了吗？啊，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蜜月中。先签了。在蜜月中。待会儿找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吃点甜的，蜜月蜜月都吃点甜的。哎呀，有没有什么垫的？好的。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姐。哦，要开始做了。马上。辛苦了，谢谢。是戒指糖，对。是喜糖吧。喜糖，喜糖。哎。这下饼。这有了吗？有了，有了，有了。辛苦了，辛苦了。吃了糖，每天要开开心心的。哎呦妈！对，你想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好合，姐。给过了，给过了。没结婚多吃点，好的，一定要甜甜蜜蜜的。哥辛苦了。哦，谢谢。
刚没有饮料了，我给你调吧，我多给你。祝你新婚快乐。哎，这个怎么？是不是还有？手怎么了？撞了。撞了。这个是真的吗？哎，没有吗？小哥哥。小哥哥，哎，谢谢，辛苦了。等一下，你先回来，哦、签一个。哇，好帅啊，严总。好白呀、啊。你签吧。哎呦。啊，谢谢。看你望远，他快结婚了，都要结婚了。咱们都，还有谁结婚了？他也要结婚了。哎，这个饼干，完了，我都不知道谁没给了。你也吃个糖吧，辛苦了。哦，谢谢你。哦，谢谢你，但我没有要结婚，可以。谢谢你们的祝福，下边快乐，谢谢。啊不，来。咱们把这边送一下就可以了。好，对啊，好多姐姐结婚了。你结婚吗？找对象，祝你，哎，这位刚刚有帅气的男朋友，马上结婚。谁没有？你有吗？谢谢，辛苦了。哇，恭喜，姐，祝你马上结婚。好，祝你婚后生活甜甜蜜蜜，谢，要长长久久。谢谢。你好呀，婚纱照。我要送你糖。我这个是戒指糖。没事，回去跟老公分享一下。帮他签了。帮他签了。三个，六个，祝你六六大顺。好，谢谢。然后婚后生活甜甜蜜蜜。你怎么这么多长长久久？你这显得我很没文化呀。我帮你说。来，辛苦了，姐。辛苦，谢谢。可以。辛苦了，你是想要这个味吗？啊，好的。大家都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剧，好吧？辛苦了。对了，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对我而言危险的他。对我而言，危险的他。我这什么第一颗糖？偷了樊总一颗糖。辛苦了。他是什么糖？辛苦了，多多支持。哎，给，辛苦了，姐。这里边没有人了。没有了，咱们也跟线上的观众拿瓶吧，拿得下吗？可以。哦，有了，那给他们，谢谢。辛苦了。咱们就求，谢谢。我偷了一颗你的糖。我给你扒一个。给你。哇哦！哎，我没看这个什么样子呢。谢谢。小哥，拿个。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糖吧。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糖。然后给他戴一个。戒指糖。我们给大家补一个福利。好了，姐妹们，戴上，这个回你。姐姐戴糖会有什么 ？Wink 一个。那我们礼物就先派送到这里，然后没有拿到礼物的老师，咱们就可以到时候自己来拿了。然后咱们来跟线上的网友们说个再见，咱们再回到这边来。好，谢谢。这个，人家留着呢，给我留着吧。留着吧，咱们来说个。就在这里。回来，这边。然后最后呢，咱们来跟线上的网友们说个再见，然后咱们今天直播就结束啦。拜拜。然后我有糖。然后还不能说百年好合。然后那个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关注对我而言危险的他，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严先生还有严太太，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对我们这部剧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大家比个心，比个心。哇
来，稍等，稍等，两位看一下这个镜头。莫志看我。哎哎，莫志看你。